Hello， 大家好，我是全智幸福的 Rico 姐。今天呢，我来到了东京 Ginza 的体育咖啡，就想跟大家一起享受一下它的这个下午茶。虽然它的名字叫下午茶，其实呢，它是从早上到傍晚都有这个 set 的。它是两人份的 set， 但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来呢，所以它也会把价钱一半，然后给我一半的甜品，非常值得吃。好。我手上的这个 Latte 二，它的 Latte 二呢，你可以放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 Dior logo， 有很多个，而比较普遍、比较 popular 的就是这个 CD logo。然后呢，它有给很多个马卡龙，它的 macaron 上面都是印着它的 logo 的，而且有很多不同的 flavor， 这个呢就是印着它的 Canache logo。接下来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 Mont Blanc。这个 Mont Blanc 呢，也是法国 La Durée Café 的经典糕点。而在这里呢 ，Dior Café 它就把这个 Mont Blanc 缩小了，而且非常非常的可爱。接下来呢，它还有 Strawberry 的 Cookie， 还有 Pistachio 的 Cookie。我觉得它的分量不会太多，而且它的 Cookie。的 size 是蛮小的，很适合一个人来吃，不会说太多的甜品，吃得甜甜的，就是刚刚好，而且配上它的 CD Cafe 真的是一级棒。记得大家如果有来东京锦沙的话，记得要来试一试咯，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们的 channel， 因为我会跟你分享更多的精致女人的生活。拜拜。